咁我哋咧就係咧，等阿何生咧就去咧嚟到去繼續燒呢道魚嘅時候咧，咁我哋開始咧就係由咧沙律開始啦，好嘛？咁我哋有一個叫地中海沙拉，其實呢個係廣東嘅，呢個係台灣嘅翻譯嚇，我哋應該就係譯咧就係沙律嘅嚇。咁我哋咧就係有一位嘅姊妹咧叫做Laverne， 俾啲掌聲我哋呢位嘅大廚。我想這個製作過程不用五分鐘已經做完了因為我想揀散了呢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家嘗試吃這個沙律因為是很健康的好啊那請你介紹一下那些食物材料很簡單我們有這個生菜啦當然是羅馬的生菜啦青瓜不是羅馬青瓜啦還有番茄咁咧就冚唪都係切碎佢得噶啦。其實青瓜可以切片又得，切粒粒都得。不過切片就用機切就快好多。咁咧調味料咧仲簡單，都係呢個橄欖油 ，olive 呢個橄欖，最主要，因為好野味嘅。講起橄欖咧，我講俾大家聽咧，原來咧地中海一帶咧佢哋有好多個橄欖嘅。咁啊，但係咧以色列嘅橄欖咧。就特別細粒嘅喎，你話嚇特別細粒咁真係唔好，又唔係喎。雖然佢特別細粒，不過佢啲油特別多嘅喎，所以呢一個咧就係咧牛奶乳物咁奇怪嘅地方嚇。所以我哋都有啲叫橄欖油啦，同埋呢個叫做香醋啊，佢英文叫 balsamic vinegar 啊，即係鬼佬嘅紅色嘅醋，好易揾到嘅啫。咁另外仲有鹽同埋黑胡椒。就係咁簡單啦。好啊，咁啊，請你示範一下。其實隨意噶，大家中意落幾多都得嘅嚇。有啲人中意食多啲菜嘅，咁可以落多啲菜咯。有啲人中意食番茄嘅，又落多啲番茄。因為番茄靚啲啦，佢有紅色咁，仲紅過綠。咁撈埋之後咧 ，olive 咧就唔使咁快落嘅，因為擺喺面咧就好靚靚嘅。大家你望望咧嚇，係咪咧顏色好靚？啲調味又係任你中意落幾多都得嘅，即係你想係啦，咁就多啲油，你想酸啲就多啲醋，係啦，即係自己試啱嗰個味咁樣試試，咁就撈落去。咁我呢度好似唔緊要啦，啲油健康嘅，因為呢個係啲 virgin extra virgin olive oil， 係即係最好嘅 olive oil。以前呢啲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咧係攞去聖殿嗰度發現喎。哦，係啊，係啊，咁貴啊，係啊，最貴啲啫咁。嗱，咁其實撈咗，咁咧就，然後就點啊？又加可以加少少鹽係啦，即係其實鹽係調下味嘅啫，咁樣求其。又要加啲 pepper。係啦，咁又加啲。睇得好清楚啊！你哋咁咪再撈咯。咁佢最後就加呢個啦。係啦，最後就加咗安利水。係咪而家咧後邊咧已經準備咗啲沙律㗎啦？係啊，而家可以派㗎。而家可以派啦，係啦。咁你哋可以一路享用沙律咧，我一路講解咧有關咧聖經中嘅蔬菜啊。OK 啦。這個完成了，完成了，請大家去望一望這個完成的結集，有沒有人可以幫忙，給點掌聲好嗎？有機會我可以帶給他們傳傳下，讓他們望一望樣子就可以了，好香，這些醋很香，好香，好，謝謝，我們的兩位的傳傳